那废话不多说了，那我们要赶快开始。那我不确定跑不跑得完了，作者说一个半小时了，那跑不完就改天跑，好不好？Rinsing Pulu，哎，两位午安，好，我们就开始了。Hoshika Furu Koku，星降之国就是陨落星星的国家。New Game，开始了，开始了。哎，Tsuki 10237，哎，Thank you for following。啊，这是 Dark Fantasy 黑暗幻想系的解谜 Hola 啊，这是他自己写的 Hola 哦，恐怖 ADV 哦，不恐怖不要怪我啊，有流血、暴力跟吓人的表现，那、啊、不擅长请注意。好、哦，原来猫变松鼠一时难以接受，啊，实况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确认，我有确认过了。哎，D 2573，哎，BSY 有人，杨玉平安，哦，好。开场前啊，Player 情报登录啊，先登录玩家的情报。啊，那打龙拿麦的啊，输入你的名字啊，那当然是 DA 了。可是好像没有英文，是不是？哎，有，哎，那当然就是我们的 D。哎，有没有点可以用啊？但没有。有大点呐、啊？要不要大点呢、啊？好，DA，那多有气势。好，就这样了。あなたの名前は DA ですね。你的名词是 DA 对吗？嗨，是的。啊，输入你的性别。好吧，那既然虽然我们平常喜欢选妹子，但是今天可能考虑到游戏中有妹子，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选个男的。你的生日是啊？比如说二月就是02，我是一月，啊，我的生日日期是26号。好，大家请要送我礼物啊，不是，不用记得啊，不用送我礼物啊，大家千万不要记得1月26啊，绝对不需要记得1月26。你的职业，啊，我现在在上班，算社会人吧？好吧，算社会人好了。好，你的名字 DA 男，1月26，社会人对吗？没错。啊，开始游戏了。啊，干，不要跟我讲，DA 开始被关起来。干，为什么 DA 一开场就被关在里面？怎么回事啊？哎，唐纳卡洛，安安，晚安。为什么 DA 开始就被关起来了？啊，门口就有一个钥匙，是怎么一回事？库奇纳五口人，让我想到了那个我的女朋友五口啊。DA 果然长得帅，不意外。哦，左右哦，然后可以跑步。OK，好，好，调查这个，写了些什么的纸片掉下来。ここにいる，在这边。这样，哦，决定取消是这个。OK，就跟一般有。OK，即时存档。哇，DA 开场就 LV26，然后写有2286，真是超级高的。话说这26不会跟我生日的日期是同是一样的吧？哦，这边道具可以使用，攻击力199，防御206，魔法一，魔法一，干魔法根本就废物。对不起，啊，敏捷180不错，啊，有了有了，啊，阿鲁巴王国，可以帮我换一个王国吧？可以不要阿鲁巴王国吗？你可以换一个什么伊斯坦丁王国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王国之类，就是可以不要阿鲁巴吗？好吧，总之他是阿鲁巴王国的王子的直属部下，原本是欧鲁王国的奴隶。啊，因为不能够讲话，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对话。这三小，所以我是个哑巴喽。好，很好。职业是王子的近侧，装备还是刺客斗篷。你真的是他的部下吗？你真的不是来杀他人的吗？这没有问题吗？这个阿鲁巴王国总觉得有点怪怪。哎，这有个树枝啊，所以呢，开门看看。哦，打不开，被锁上了。拿树枝把钥匙勾过来啊。使用这个就可以把钥匙勾过来了。靠，我好像被羞辱了。啊，使用的树枝把钥匙勾过来了。OK，好，得到地下牢的钥匙，好，可以开门了。哈哈哈，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我们的智商根本就是一只猴吧？哦，这什么？左上角什么？黑子是头吗？五颗头，他想表达什么？头爆炸了吧？看这边写的什么？这里只有两个人，
arm, body, foot, head。所以你想表达什么？这是英文教学吗？哎，那个歌怎么唱的？什么 head, shoulder and toe, knee to toe, toe to knee？ 哎，不是knee to toe， 哎是什么？什么 knee？ 什么 head, shoulder, knee and toe？ 哦，对 ，head, shoulder, knee and toe。啊，噗嗤，然后头又爆了。所以这是一个英文身体教学歌，很好。我知道，我早就看穿你的计谋了。你会这样吓到我吗？这人没有手收，好可怜。紧急时啊，从内侧打开的方法，在把全部的牢解开啊，在门钥匙上面有正确的号码输进去，密码的暗号是角加上碗乘以头。角加上碗乘以头，这边没有吧？这边没有。角加上，角加上什么？手乘以头是不是？角加上碗乘以头 ，OK。这边有几个？这边有四个角，好烦哦！这不鸡兔同笼，我拿纸记一下。角，足，加上碗。乘以头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两只手，two arm， two foot， 不对，这边有四只手，四 arm， 四 foot， 一个 head，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哦，当然会先乘除后加减啊，哦，你们我小学没毕业哦，这里有五颗头，有五个 head， 好，继续啊。真以为我小学没毕业是不是？开什么玩笑，真气死人啊！所以这里有四个手，四个脚，两个头。然后这个有两个脚，然后有一个头。好，搞定。那所以我们看总共几个头，五个头、六个头、八个头、九个头，所以我们用总共有九个头，然后我们有几个手，四个手、四个手、八个手，有八个手，有四个脚、四个脚、八个脚，有十个脚，好，有十个脚，所以是十加上九乘以八，所以这样是多少？十加上七十二，八十二，搞定。号码不对哦，1072，不要加起来1072。啊！哦，少了一个这个吗？哦，这个没有吗？所以这里还有两只手、两只脚吗？对，这多两个吗？对，这样是十个手跟十二个脚吗？对，是十二加上。九十吗？不要再体育老师了，我只会想到出不入而已。这是102吗？哈哈，解谜了，绝非浪得虚名，好够。解谜之难，绝非浪得虚名。哦，话说回来，这城堡到底怎么回事啊？那种破破烂烂的，关起来了，又关起来了，看人出去了，哦，出去吗？啊，
干这么长的走廊一定有问题。哎、欸，听到后安，先存个档。哎、欸，全锁了。哦呀，哭泣那是假奈斯卡。哎呀，五口人不在呢。谁？啊，不，讲错了，这不是五口人吗？火星诺米哦，就是占星官啊。哦，地那、啊、原来在地下牢啊，拿入后斗啊，真相王子的判断呢。こちら大変だですよ。啊，这边也很糟呢。啊啊，王子消失啊，你消失了，王子也失踪了，真是呢。啊。本来以为跟欧鲁王国和平啊，还可以再多待一会儿呢，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啊！君は理由はわかっているでしょ？你也知道理由吧？那、啊、这是有关于那个还没有复活的魔王的事情。哎呀，问了这种蠢问题，真是抱歉。しかし、おかしいな話ですよね。真是奇怪的事情呢。啊！就是身为王子附近的你啊，居然会被盯上性命。对了啊，我并不是要就是要说这些蠢话啊，如果造成你的困扰就很抱歉了。本当にケルトを思うんですか？你真的要去吗？啊，如果我想的没错嘛、啊、你是想到神之国吧。这个世界的崩毁恐怕已经谁都无法阻止了，这是星星所告诉我们的命运。しかし、啊、可是啊，如果说你能够从魔王的手中逃跑的话，抵达了神之国，也许，但是他说，但是啊，你要从魔王手中逃跑，那、啊、到了神之国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还是坚持如此要去的话，どういうのなら、あたしはとませんけどね。我也没法阻止你，反正终究是要毁灭的信念，要怎么毁灭就让你自由去选吧。ひとまず啊，总之啊，先告诉你要去的地方是欧鲁王国是吧？啊，你先到欧鲁王国去，那边有一个身为神的化身的王女所在的地方，也许可以得到什么线索也不一定。好，王女 ，good， 我走。啊，那这个拿去吧。啊，得到了魔物图鉴。啊啊！虽然你很擅长以人类作为对手，但是没有跟魔物战斗过吧？应该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干了，克雷蒙啊，还有这个啊，玄关的钥匙啊，这个城堡啊，已经谁都不在了啊。王子啊啊，王子也是把你还有那些忠实的家臣们安置好之后，也不知道消失到哪去了。恐怕这个城迟早也会落入魔王之手了吧？哎呀，库尼基纳塞，快走吧！愿星星保佑你啊！米萨尼奥，哦哦，死掉了！啊，爆炸了！哎哎哎哎，没有问题，我受过抓红血狐的专业训练。干，整容多姿，赶快分身！哎。关门关门。得到了书个资料，可以观察。哦，我们来看一下魔物图鉴啊，要输入想调查的魔物，还要自己输入。伊比鲁卡是什么东西啊？哦，伊比鲁卡，复数的生物跟人形的融合体啊，包含了人物，但是智能低下啊，只会朝目标前进。啊，是 Power Type 力量型的魔物啊！虽然它巨大，身体很大，但是它可以移动很快，恐怕是因为底下有很多像昆虫一样的脚吧。啊，伊比鲁没有发现到弱点，也不知道怎么击退。啊，魔王封印了之后，只有把魔王封印，让它减少个体数。它有很多的眼睛，但是视线窄小，很容易就是看不到目标啊。如果跑掉，它就不会追到你了。总之，找到伊比鲁。那应该不是魔王吧？哦，
莱姆哦。看，不会有史莱姆这种东西吧？史莱姆叫什么？苏莱伊。其实我不知道是一是那个小的还是大的、欸，是这样吗？这样吗？史莱姆是这样拼吗？没有这个名字啊，看人废物。哎、欸，哦，还有箭头哦，箭头告诉你哪里可以去哦，这样不错。Lemon Tree 里安查主角的名字怎么会有呢？而且主角叫 Kuchinashi 呢，他是五口，他也不是 DA 啊。哦，有书，蜡烛点燃了。阿鲁巴王国的历史啊。建国200年啊，我们的国家历史非常悠久，悠久个屁，才200年，美国才200年。现任的国王是第七代啊，在30年前后啊，交替了一次那个30年左右交换一次权力啊。那初代的阿鲁巴王国啊，哦是大的一是不是？初代的阿鲁巴国王封印了魔王，得到了就是为什么就是这30年就是权力应该讲权力没有交替过，就是因为他封印了魔王，对，然后所以说他就是那个成为了那个什么，就是要受名的那一代啊。哦，就防止世界被魔物给侵犯啊。总之啊，初代国王的伟业就是这样了。得到了钥匙啊，书跟书间夹哦，二楼东边房间的钥匙。OK。哎、欸，1812135，哎、欸，谢谢 follow 啊。哦，使用钥匙啊，不对，可是他那钥匙是二楼东边房间，所以应该是这里。二楼，可怕吗？还好，目前是还好啦。哦，这是什么？一等于 R， 二等于 A， 干又来了。三等于 S， 四等于 T。女仆的日记啊，春天啊，春的月份十日，阿鲁汪巴王国今天也看到了美丽的星空呢。欧鲁王国的王女跟我国的哦，欧鲁王国的王女跟我国的王子决定要结婚了哦。我懂，我看过很多作品，就是结婚前信，然后结果受哦、啊，不是，没事啊。总之，如果说啊，他们就是说王国能结起来太好了，但是我也很敬赖王子呢。总之啊，但是虽然明明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城中好像要准备开始战争一样呢？然后每天还吵吵闹闹的啊，如果能够和平的结束就好了呢。啊，女仆的工作台，很多的书啊，很多的书。哦，没事，没什么很在意的东西，吓我一跳。哦，有个密码。Star 吗？对，是3421吗？好像有道理哈。3421。OK。哦，有什么光的东西？二楼西房间的钥匙，又是个找钥匙游戏。我觉得恐怖游戏要么就是找钥匙，要么就是找日记，基本上带不出这两类啦。不过这也没有办法。谁会贴那个兽人图啊？啊！哦，在天靠近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有大量的书物，大量的书物啊，上面好像有什么，但是拿不到。啊，你根本废物啊！侧面看看好了。他有说从侧面调查会不一样。哦，邻国跟欧鲁王国之间的关系。啊，邻国的欧鲁国王国其实在20年前跟我们是敌对关系。欧鲁王国建国一开始就承认了奴隶制度，啊，有很多小孩子们啊，年轻人被拿去卖掉，啊，奴隶们呢啊，给予的工作又辛苦啊，有时候又会遇到很残忍的虐待，即使杀了奴隶啊，也不会问罪，所以有些人啊，就说就这样子
除了奴隶之间互相杀害以外，如果奴隶杀了人就是死罪。欧鲁王国的奴隶制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抗议但是呢但是因为那个欧鲁王国好像就是可以关心之类吧，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在真正的开反抗他。但是在那之中我国的前王就开始跟欧鲁王国表示你们是错的，那就开始对立了那因为呢看不到和解的迹象担心战争什么时候会开始，所以这么害怕的国民雨涵谢谢订阅谢谢 Thanks for subbing 谢谢订阅哦的国民也不在少数但是呢现任的国王跟前卫比起来比较的温顺所以就是期待可以跟欧鲁王国和解。没有，我一点都不怕。又推椅子了。米莉安，我 KK。对了，那雨涵，你那个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 FB 的地方哈，就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订阅者的那个小礼物你可以去看一下哦。下一个，好，搞定，嘿，拿到了。其实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变多高啊。一回にしのおやおへやとまでます。东西啊，干真小。天凡，没有无视好吗？你刚刚可能刚好没有注意到啊。所以那有什么意思？反正就是往一楼走吧。会吗？没关系啦，如果你们要弄就弄，那这也不会说。那八成是调查一楼的柱子吧。我先讲，我不是硬 A 哦，我只是有点懒得去看他的内容，想说点一点看可不可以过关，我没有在硬 A 哦，我怕你们要误会我又在硬 A 了。你要我的什么啦？我怎么可以给你呀？好吧，还是乖乖的看一下好了。一次回にしのにしのお部屋一楼西边的房间。待ます哦，在一楼西边的房间等。你西是西边对不对？你西在这边等哦，好吧。哦，来了，还在等我。有一个红衣服的人偶，坐他对面，看不行。人偶在看着这边，好，站着等你来。看啊，他不就很爱看？所以呢，他不是等我吗？我要干嘛？不是啊，他说，哎呦，没事没事。どうぞ座って，请坐是吧？好吧，坐吧。你们在干嘛啦？人偶什么都不说。干嘛？有妹子了。
哦，不是，是王子，靠，王子，没问题吧？啊，喂，别那么坚硬嘛！哦，不是，就是说别那么紧张嘛！啊，来喝点什么东西吧！啊，遠慮するな、何でもいいぞ！啊，别担心，喝什么都行。すまない、抱歉啊啊！我知道你明明不能说话，我还在那边。那你可以写字吗？拿了吧，好，那你就写吧。啊，你啊。啊，你就写在我的手上好了啊，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的意思了啊，这样也不用担心啊，其他人偷看到还是偷听到，怎么样？不错吧？没有啦，就是那个，就是很意思，就是说紧绷绷的啦，就是你就不要那么紧张的意思。咋？Non demo e，什么都行啊，让我听听你的说的是你想说什么吧。哦，多感人的一幕，你看。哦，茶吗？你想喝茶吗？瓦嘎达，我知道，帮你准备吧。しかし，不过啊，結構クスクダイモノだな。不过还真痒呢啊，用那个手来写在手上。王子，你跟他之间真的没有发生什么吗？我好在意哦。人偶给了我们什么？一楼东房间的钥匙。靠背写在大腿，你们可以不要那么那个吗？你们到底这些人有什么毛病没有？你们可以正直一点吗？哦，好多的士兵一定会动，我跟你保证，给你赌两个汉巴嘎。啊，欧鲁王国撕裂魔的记录啊！3年前，在欧鲁王国的上流阶级之间，就是指狙击，就是目标是他们，产生了这么多的杀人事件。王族出身的伯爵家有被害者，国王。他们就去调查了国王直属的护卫队，啊，那当啊，就是那个关心村啊被那个毁灭之后啊，村民全员都被杀害，啊，斩人魔啊就行踪不明了，啊，被害者啊是一击致死，然后尸体的损坏很严重，犯人呢应该是有高强的剑术啊，而且对上流阶级有着强力的，有着非常强大的憎恨。啊，至于目击者的证言说，这个斩人魔是一个有银白色长发、又是红眼的男人。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斩人魔的消息。等等，说什么来着？你刚刚说银白色长发，然后眼睛是啥颜色来着？啊，破破烂的书里夹了张地图，得到阿鲁巴王国周边地图。好，晚安喽。应该只是巧合吧。哦，阿鲁巴王国的地图我找到了。右下角 Starry，哦，Oasis 在那里，阿鲁巴在哪里？哦，Alva。OK，有了。中间的是阿鲁巴，左上角是雪之国，右边的是黑森林。哦，还有中文，靠我腰，你早说嘛，多按一下就有了。啊，雪之祠堂，阿鲁巴王国，欧西。绿洲湖、乌基纳村、欧鲁山岳地带、欧鲁王国、贤者之家、占星村跟黑色森林。OK，好，那我现在要干嘛？放屁！啊，不就很呛？哦，头里有什么？王国的入口钥匙。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来这套了。又怎么了？啊，Q 卡拉，Coco 妈，我们还能耶的。那今天开始就是你家喽，全家就是你家。どうした？怎么了？哎，Mary John，对了啊，你从对了啊，别在意了，你从今天开始就是阿鲁巴王国的啊，我的子民喽。这王子，你真的可以？你们可以不要这样吗？哦，这是我的城镇，哦，城镇我就毁了。哎，有妹子，啊，有个女仆。咦，哎，跑走！你干什么？为什么要跑？哎，等等啊，等等，你为什么要跑呢？
看我为什么要跑呢？我从城里出来，不是个大少爷，也是个贵族吧？你为什么要跑呢？借船啊，出租船，希望能到港外的那个船厂啊。王国出的新闻啊，王子大人啊，跟欧鲁王国的王女的结婚仪式，春之月27日在欧鲁王国啊，由观星山师们的观察们啊，就是观察夜空的一些流星所定下来的。还在勾引我哦，原来是这样哦，别客气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啊，开门啊！咿呀，扣那一得，别过来，开，给我开，给我开！气死我，先不开门，好好，很好。然后你被怪物袭击就不要叫啊！库鲁纳，别过来，你这个衰神！我惹你们了是不是？我是惹你们了是不是？哪里是有书？没有书啊！男人都拒绝我啊！お前のせいでこの国は終わりなんだ，都是你的错，这国家要毁灭了。阿库玛，死的死嘛，去死吧，恶魔！哎，我是惹你们没有啊？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阿鲁巴城下镇，城下镇还被关起来了。不准进来，你死了就好了。酷搜，垃圾！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我好在意、啊、哦，我到了阿鲁巴王国哦，好快，好快就到了。哦，好快，还一个船长大叔，这大叔总不会拒绝我了吧？啊、哦，小鱼干，锁上了。啊、哦，在烧东西。大叔，借我船。船员，给我。好，然后我自己开。哎，马奇纳，库奇纳西，等等啊，五口人。啊，哼！你会开船吗？啊啊！总之啊啊，哎、啊，虽然听光那边说了，不过啊，魔王都已经复活了，现在我们人之间啊，就不需要再互相对立了。嗯，キネスクスルノ啊，我有听说过了啊，是因为你的错，魔王才会苏醒的吧？看又我喽，しかし。可是啊，不过说啊啊，虽然不是魔王直接下的手啊，但这世界迟早会毁灭的啊，鱼啊，人类啊，草花木什么，次次都会死掉，无视这世界的规则。瓦嘎鲁嘎，你懂了吗？五口啊，并不是复活的魔王把这个世界毁坏的，而是魔王复活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经坏了。顔が一つ変わんねえか。啊啊，看来你的脸色也没什么变的。哼，真不愧是国王专属的剑士，你真是有如钢铁一般的心啊，心灵。那、啊、总之你要做什么就做吧。嗯，你想要船吗？嗯，那你该怎么做呢？第一个拜托他，第二个威胁他，第二个不说话，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我们要跟他要船，那我们该怎么做？拜托他，威胁他，安不说话。哎 ，PK CQ 安，大家都要闭上嘴，是不是这么乖？好，那我们就闭上嘴吧。五口到底，他妈的！啊，キアナラ別に無理と言わね。那你不喜欢就不会勉強让你说了。啊，那是再见了，五口。啊，他说他也不能够随便这个要船就拿去吧。好，那我们搭上去吧。完了，啊，就说你要就拿吧，也不勉強我们了。我对这大叔一点都没有兴趣啊。为什么这个视线那么奇怪？哎、欸，哦，大眼怪来了！哦，好大！哦，不是啊，大眼怪啊！哎、欸，为什么？为什么啦？
那我只好拜托他了。哎，这大眼怪什么毛病啊？拜托他。嘿，苏娜讲那个，你蛮老实的嘛。都是 demo 悉尼塔库纳西达西内，反正就是不死就不死就对了吧。我知道你要去神的那边，对吧？嗯，做得到吗？那都在 Kiesala Uma Umenala，那反正最后都是要消失的。那至少让你做场好梦再消失吧。哦，他要帮我忙了，哟西，努力呀，上来吧。哦，他帮我们开船。哦，他开船就不会有事。干，你的意思说我技术有问题喽？你现在是因为我技术有问题我才死的吗？那话说回来，他这船是有两层，他在下面一层开吗？啊、哦。在王女的结婚仪式当天，阿鲁巴打算夺走王女的性命。啊，都亚的，看来啊，在王子身边的那个男人，放在阿鲁巴那边吧。啊，他原本是身为奴隶的杀人鬼，现在是王子的身边的人。啊，把奴隶接到王城里。阿鲁巴的脑子到底在装？王子装的什么呢？啊？总之，在王女的结婚当日啊，就把阿鲁巴的王子还有那个男人一同收拾掉吧。啊，作为一个欧鲁的奴隶啊，背叛欧鲁王国的人就得死。啊，把那个乌口男给杀了。不会吧？对吧？怎么要跟大鼠一起乘船呢、啊？都是的，为什么？クジナシはもうオルオコのトレじゃない。五口男已经不是欧鲁王国的奴隶啦！啊，虽然他身上奴隶的烙印不会消失，他被夺走的声音也回不来，但是五口男，他不是杀人的道具啊！好，各位晚安喽。苦奇纳西瓦宁根达，五口男是人类呀、啊。苦奇纳西，啊，五口男马上就要到欧鲁王国了，准备下船吧。哦，到了欧鲁王国，还真快。嘟嘟嘟，先去贤者之家看看。我们先找个贤者。哦，贤者过得真简朴呢。井已经干了，A54、A33，有田。啊，门开的时候请自由进入吧，贤者阿鲁塔路，阿鲁塔伊鲁。好，从门进去。啊，关上了，代表现在不能自由进入贤者的家里。好吧，那就去这里吧，去阿鲁巴，去欧鲁王国。你们在武力什么？啊，开一瓦内，红色的什么东西？打开它，哦，真的变红色了，真的变红色了，干！原来是诸葛孔明哦，他是贤者，不是诸葛孔明好吗？这样的问题，他讲的是羽毛吗？那我怎么进去？靠！找大叔来！诶，怎么了？出现了可鲁贝洛斯。哦，我是还有必杀技耶，英莲斩、末影斩、残像斩。我靠，帅哦！啊，没有剑就不能用。斩杀一体，无数的剑要可以无数斩切所有敌人的奥义。我用空手干爆他好了。哎，他都不攻击耶？为什么他不攻击呢？哦，啊，从可鲁贝洛斯得到的药草可以恢复体力。但是战斗中的魔物只能夺取一次。
没有武器。哦，所以就偷到了药草吗？还是不太懂啊。干，可是我觉得这种怪物不打死我，一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哎，门开了。哦哦，是个妹子吗？贤者，啊，死掉了，男人死掉了，趁。我这个不称，这个不称。有张世界地图。安静的夜晚，没有什么在意的东西。啊，读心者们用的天球仪。啊，对魔物们有效的物品一览，对魔物道具。哦，对魔物使用的道具，青枝叶在武奇那附近生的草，阿鲁巴北边的红沙绿林，黑之花，白之保管场所在雪之词。不会吧，我最后还要去找一堆狗屁东西吗？亚拉奈嘎。哦，有张信啊，来到这里的人呐、啊。葫芦比库斯嘎嘎，那在即将毁灭的世界，我为了留下唯一的希望，就是留下了这封信。啊，由于星星告知了命运啊，就是说啊，魔王要复活了啊。对付这复活魔王，第一步就是击退那些魔物。我的戒指啊啊，放在了一个不会被。哦，我当时我的戒指放在一个不会被魔物碰到的地方，那个场所就在，信就在这边结束了。干，你在逗我吗？他说这是什么封印他的关键，就是他的戒指吧？那个场所就在，然后就信就这样结束了。快说，你到底放在哪了？啊，哎。他的哎有他的戒哦，他的戒指是去处理一个啊，不对，讲错了，应该是他的戒指是处理一个什么封印的东西哦，他的戒指上面可以解开一个什么封印，那那个封印在哪里呢？就在、哦、他也没讲清楚哦，他是说哦，我的戒指是可以封印，就是解开那个不被魔物侵犯场所之类啦，反正他的符号的那个东西很重要就对了，魔物的东西。有关魔物的事情，魔物呢是在这个本来不是活在这世上拥有魔力的生物。魔物有两种啊，一种是靠魔力而活，另一种是靠跟恶魔订契约。啊，虽然诞生的方式不同，但是死亡都是一样的。魔物用尽全力就会变成沙子啊，留下骨头。禁咒的材料有名是 Little B 的羽毛啊，入手很困难。要哦，但是 Little B 很难，就是 Red B 应该是红蜜蜂吧，很难抓到，因为它很凶暴。但是它居然是魔物，也有弱点啊。明确的魔物弱点啊，就是有一个，那就是这讲话真是死都不讲完的。哦，所以我可以先去雪原咯。哦，有了有了有了啊、哦、开门开门了。对对对，我们刚刚有讲嘛，这戒指应该就在这里，要刚好写保管锁就在这里。OK， 我们可以拿到封印的东西了。有一个洞，刚这边点火吧。有一个鱼的样子。有一个火焰，那就是烤鱼啦，要按嘛按。哦，知道把这个鱼跟那个面向某一个地方，对不对？我懂，我懂。哎，杰森。刚开台吗？
开了一下下。这有几种颜色啊？水滴，这是什么？沙山花叶子鱼啊哦哦哎哦 ，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 谢谢哆啦 A 梦 DDD 哎订阅，谢谢谢谢 ，Thank you。哦，叶子沙绿之灵。哦，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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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青之叶 ，OK， 所以是蓝色的叶子。先弄出蓝色的叶子。OK， 蓝色的叶子。OK， 哈哈青之叶。所谓的解谜高手，绝非浪得虚名。红之沙，然后白之灵，然后黑之花，有没有？这就是解谜啊的高手啊，才会这么轻轻松松的。青之叶，红之沙，绿哦，绿之灵，绿之灵 ，OK， 还有一个绿之灵 ，OK。可以，我没有设定而已。好，所以收集到九颗东西可以干嘛呢？所以我是要打倒他们吗？